来关注一年一度的民雄大士爷祭重头戏登场。活动的最后一天，七号晚间，大士爷火化升天，透过火化神尊为众人消灾解厄祈福，热闹非凡。鞭炮声响彻云霄，熊熊火光照亮民雄黑夜，缤纷纸花满天飞。七号晚间是一年一度民雄大士爷祭的重头戏，神尊火化升天。被誉为台湾农历七月四大祭典之一的民雄大士爷文化祭，吸引海内外信众前来朝圣。供桌上摆满三牲普渡亡魂，大火蔓延，象征让大士爷带走好兄弟，帮助地方恢复平静。大士爷啊，火化升天的仪式啊，今天啊，就是招待那个啊好兄弟一起来共襄盛举，给他请客。台湾有四大这个祭典，我们民雄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祭典。透过大士爷的火化升天，把大家灾厄都带走。大士爷庙的历史可追溯超过300年，是民雄乡珍贵的文化资产。大批信众共襄盛举，为期三天的活动，在大士爷火化后圆满落幕。记者蔡崇武加以报道。